给妹妹抱一个，哇，妹妹抱抱，抱抱，哇！我说不可以，我说不可以。等一下我们要走进去看那棵会走路的树，那我们等一下从这边走到里面可能要辛苦一下各位朋友了，因为从这边走到里面呢最快啊也要30秒。那我们待会进去呢，我们这边有两条路，那两条路都有为各位朋友取好名字了啊，像我旁边这条路呢叫做 No Good 的路，好，那个美女前面那条呢，那条路呢叫做 Very Good 啊，头脑一定要想清楚我在说什么。你们知道这条路的意思是什么吗？非常不好的路。No Good 的意思是不火，北 Good， 北 Good。那应该知道那条是什么了哈？不 Good。啊，当然上去的时候两条路都可以走，下来的时候我们尽量从这里下来哟、哦。哎，因为如果你下来，如果你从那条路下来的话，你如果不小心滑倒的话，啊，我怕我也忍不住笑出来。我们尽量往这里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就邀请我们的朋友，我们往里面了。昨天阿姨太夸张了，昨天骑摩托车下班的时候，我就骑到后面，突然有人对我闪远。我一转头，哦，阿姨哟，阿姨就把我的衣服扯成这样，你们看到？给我剥掉哟！阿姨就跟我讲说，走，你知道你现在单身，没有女朋友，所以走，喝两杯。阿姨，我是不是明天还要踩油门？今天呢，终于是亮亮的下班，不是暗暗的。可
是呢，昨天阿姨太夸张了，昨天骑摩托车下班的时候，我就骑到后面，突然有人对我闪了一灯，我说谁啊？我一转头，哦，阿姨哟，阿姨就把我的衣服扯成这样，你们看到？给我剥掉哟！阿姨就跟我讲说，走，我知道你现在单身，没有女朋友，所以走，喝两杯。阿姨，我是不是明天还要踩油门？踩得到油门呢，好不好？脚跟一压一踩，踩膝盖，对，对，膝盖弯弯，好吧，对，手抬高，手抬高，手往上抬。